海人潮，哪里去了你的微笑？走过天桥，沿着大道一路寻找。今天的天空云少，风也很小，所以我脱下外套不停叫。我像水鸟飞得高，自由自在彩虹上跑，纵身一跳如云霄，放声唱吧，太阳很好。我需要起一个大早，伸一伸懒腰，我需要再提醒自己别浮躁。快乐烦恼都是人生一道佐料，曲直苦中也有甜的味道。有时候笑里带泪，泪中带笑，我还是深信不一笑比哭好。我像水鸟飞得高，自由自在彩虹上跑，纵身一跳笑，放声唱吧，空气真好。我需要迈出心坎，要真正的思考，把烦恼是暂时忘掉，不计较。可是，那好吧，那我先睡了。好啊，你睡吧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边红旗，哎哎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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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演出结束了吧？我想一定会又是一个很轰动的场面吧？啊，是，他们这观众是挺热情的，好多都从特别远的地儿跑过来看的。哦，我吧就没看过您的演出，但听过您的歌，以后有机会真希望能现场听听您演唱。那行，等下次在北京演出的时候，我再想办法通知你，好吧？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16岁，快17了。对，她跟我说吧，您是她最崇拜的人，她很希望拿到您一张签名照片。啊啊，可是中午太急了，一时忘了告诉您。没事儿，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她叫边雨，对，叫边雨，下雨的雨。
如果可能的话，麻烦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吗？这名字挺奇怪的哈。哎，行，先这样吧，我还有事儿呢，等我回去再签吧。哦，那太谢谢了啊，谢谢，在这儿代表我女儿向您致谢了哈。哦，不打扰了啊。哎。啊，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谁啊？哎，小姐，送您的花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给你选好的这个女朋友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有知识，又有文化，哎，简直是个大家闺秀啊！咱们可说好了，这个星期日咱们见面先亲。竹子主任不让我即刻去，不行，那就直接跟主任说，我喜欢我即刻。也不行，哎呦，到底怎么摆平相亲这事儿呢？约你出去玩好吗？北京我很熟的，给你当导游我没。不行。那你就想利用下午的时间补习物理了，那我也愿意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想理我了吗？还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对不起，我约你出去玩完全是出于明天就来的，我想给你当导游，你主动的。如果你不愿意去的话，就当我没说好了。那千万别因为这你就不理我了，好吗？我只说了一个不行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联想啊？干嘛呢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。那，哎呀，今天不行，是因为我爸发了奖金，我要跟我爸去买些东西，所以今天不行。别瞎想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爸在哪儿等你啊？前面那个旗杆的下面等我，前面那个商场。哦，那我送你过去，好吗？没事儿，我骑车很快的，到那儿我就走。那好吧。拜拜。
真是吓死你老爸呀、啊！你这，爸爸，你找到了？对啊，我这计算这5000块钱怎么分配？你说怎么分配？算是分配钱，你得先帮女儿的肚子吧。我可早就饿了。啊、哦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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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，我看你就不善。民以食为天，咱先得填饱肚子，是吧？那走，先去吃饭。好，走，走。哎，别忘拿着衣服。爸得拿着这个。走。秋香，就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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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先喝这个啊。哇，爸爸。挺好吃的，哎，主要是想一想，衣服怎么样？比如说大衣呀、羽绒服啊、保暖内衣呀、反正想一想吧，啊，哎，那就皮鞋怎么样？你也没怎么穿过皮鞋吧？我反正得买一双，小皮鞋，嘎嘎响，资产阶级臭思想，穿着皮鞋。不好玩啊，也可以不买，实际上啊，但是我必须买两双袜子，名牌的袜子，袜子很重要，哎，袜子两双，袜子的袜怎么写啊？爸爸，啊，怎么写？啊，会写，会写，会写。一补旁一个墨没问题，爸爸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买一些更实用的东西吗？说呀，今天不是爸爸跟你商量吗？啊，从今天到现在，你想到要买的东西，不是衣服就是袜子，要不就是皮鞋，还有就是烟和酒。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比这更需要的东西。说说看，都是什么？快要到冬天了，咱们住的房子是老房子，不暖和，要是生火的话，白天咱们都不在家，不卫生，不干净，第二可能会煤气中毒，所以咱们得买个电暖气，对吧？电暖气啊，还有，对，游泳就有热的时候，所以还要买个空调啊。什么空调？对呀、啊、空调就算了吧，空调我平常都用扇子，最多就买一电扇算了。爸爸，扇扇子啊是老一辈的事儿了。现在国家发达了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咱们应该改善改善生活，就买个空调吧。那好吧，空调，空调一台。还有什么呢？对了，还得买个饮水机，老用水壶做水的话会有水碱的，不卫生，不健康。饮水机。对了，每天你回来的都很晚，看你吃凉菜凉饭的，我心里总是不太舒服，所以咱们还要买个微波炉。微波炉。哦，还有洗衣机啊，那样咱们就可以甩干衣服了。洗衣机。还得买一个烫衣板，老在茶几上烫，茶几会坏的。烫衣板还有什么呢？想想。还有电脑桌，还有书柜，那样放些书会有文化氛围的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？爸爸。你怎么把雪糕都吃了？不是只是一口的吗？问你不吃吧？要不给你一半？那再给你买一个喽。那还不赶快去啊？喂喂喂，你看看。
这什么价钱啊？爸爸这服装不用了，真的值了。哇塞，能沏咖啡、茶水、速食面、粥，还有烤肉串，还有米饭，哇塞！爸爸，啊、多。不能再买过，我马上就要。是免费安装的吗？对，免费的保修只需2元，要单买还是两买？多少钱？只差150块，买冷暖比较划算一些。我要单冷的。那好，我给您去开单。哼，想骗我150块，没门儿。爸爸，你看，这个我觉得这个牌子……这不要，我已经要那个了，等等。那个。不用再挑了，随便买一个就完了。哎，可说好了啊，那袜子和鞋我是一定要买的啊。那你也不至于买名牌啊，不该奢侈地方瞎奢侈。哎，我是有的，我一定要买的。哎呀，躲开呀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那谢谢啊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给你打电话啊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来给送两位叔叔出去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再见啊。哇，哦，爽死了！够冷的。这个夏天啊，有这空调，咱们家就舒服多了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觉得很冷吗？很冷吗？哇塞！啊！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呀！怎么了？啊？要不要试一下表啊？试表？哎，试表！你去房东太太那儿，房东太太他们家有表，借一下，快去！干嘛？没那么严重啊！怎么没那么严重？你不知道，你这爸爸一病的话，那发起烧来烧死人的，啊！快去！好，我赶快去。啊，去吧。啊！
爸！哎呀，爸爸你怎么样了？爸爸，你看你们家没表。这会儿啊，要有一女大夫好点儿。上医院吧。走不动，怎么走？好，那我给你盖上点儿。好，我给你盖上点儿。好。边恒吉同志，你瞅瞅你好啊你！你为了穿上新鞋，好啊你哈！你为了穿上新鞋，你就装病，说是不是还想调皮做饭啊你？你还笑你？这是爸爸的女儿，一眼就给你忘穿了，啊，聪明！你说吧，怎么办？一个星期，连续一个星期，什么事都不做吧？不行，你要连续一个星期扫地、擦桌、倒垃圾，什么都没干，听懂了吗？三天星期。惨了、哎呀，真是累人呐、告诉他了，再晚说，也许他会生气的。这事儿你们先别着急了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待会儿下午还吃饭吗？不，我回去吧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一个人吃也是吃，三个人热闹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喂，哪位啊？妈，我是冬梅。哎呦，冬梅呀、啊。好几天都不给妈妈打电话了，你爸爸在的时候你三天两头打过电话来，现在倒好，把妈妈给忘了吧。别说这种话嘛，我现在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别总是一打电话你就带刺儿。上礼拜我给你打过啊，上上礼拜。其实啊，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您的。是冬梅来的电话，小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也没来个电话呀。我不听你瞎唠叨了。哎，我打电话呢，知道你没事儿，身体挺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件事儿，我有男朋友了。真的？我跟你说，过两天就是小佳的忌日了，我看，要不让他们父女俩回来看看。你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呢？要我去北京？以后再说吧，他很忙的，我也很少见到他。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啊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我连见都没见过你就答应了，你也太草率了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把妈妈放在眼里头。哎呀妈，根本不是这种事儿。好了好了，电话里头我也不跟你争了。得，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妈妈出面你就打过电话来，你让我什么时候见面我就什么时候见面，这总该满意了吧，我的史大小姐。嗯，方便的时候啊我会打电话让你来见他。行了，你别多说了，你听着啊。小雨的姥姥说呀，小雨呀、啊、也没有打回电话来。我说这个边红旗他也真是太不懂事了，工作再忙他应该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啊。两位老人正担心呢。不用担心，他们现在呀像是真正的妇女了。吵架的时候呢，边雨呢也会大声的哭出来了，挺好的。什么？小雨跟他爸爸吵架了，哭得还挺厉害，那你怎么说好呢？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一说啊你就唠叨个没完。打电话知道你没事就行了，保重身体，我会再打电话的。
冬梅，你说清楚啊！再见。喂喂，你看，挂了。哎，他们俩吵架了，斌宇还哭了。哎呀，是不是他打孩子了？啊，这，老哎哎，你们别走，还是吃完饭再走吧。谢谢谢谢。我再给冬梅打个电话，问清楚。不不不不，哎不不不不，哎哎哎，小雨他姥爷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我。哦，是姥姥。您身体好吗？小雨啊，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受委屈了啊？哎呀，没有了，我能受什么委屈啊？爸爸对我可好了。嗯，姥爷好吗？哎，姥爷挺好的。嗯，你去叫你一下你爸爸，我问他点事儿。啊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下，爸爸。哎，姥爷让你接电话。哎，您好，岳母。哎，哎，妈，好久不见了，真是哈。那个，您还好？我说，你别总是用我嬉皮笑脸的口气跟我说话。是你那个厉害的老爷。哎，我知道，像你这种人呐，就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婿，你也不配做我女儿的丈夫，你更不配当小雨的爸爸。哎哎，爸，呵呵，我明白，这甭废话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？算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明天就去把小雨领回来。如果小雨有什么损伤的话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，你记住。挂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应该听你解释一下。你老脾气一向就这样，他历来如此。那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明天要把你接回天津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突然间就这说这个。那老爷对你的脾气一向可都不好啊。你说他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还挺好的。自从你上学以后来到北京，哎，上学，你姥爷不知道你学校在哪儿，去上学他找不着你，接不了回天津。哎，你上什么学？明天星期六。再说了，就你们俩在家，我能放心吗？到时候吵起来，那不就更糟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老问我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你拿出点勇气来呗，一起面对啊，怎么办啊？啊啊勇气别到了，妈，冰雨，等，对，这个不要动，那个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老奶奶，
你老爷坐这儿。行，我坐这儿。好。老，哎，您坐。来，喝水。哎呀。这个。来，老喝茶。喝茶。大爷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爸爸。啊，你不是还买猕猴桃吗？赶快给老拿出来吃啊，这特意给你。对，哎，我是给您二老准备了点水果。哎呀，还有酒。去啊，酒归酒啊。对了，这是猕猴桃。你您吃点冰的。哎，小雨啊，你怎么瘦了啊？孩子瘦了啊？没有，都是你的狠心的爸爸。反正吧，我在您的心中，您肯定会觉得是不称职，也不合格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真的不希望您把边宇带走。不管您是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怎么处理都成，就是别把边宇在我身边拿走。因为我觉得小佳死了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没有为边宇做过点什么，那么现在我确实应该为他做点什么，尽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我也在学着做父亲。哎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，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、街坊，包括同事，都觉得我是他爸爸，不，我像个爸爸了。我。的确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边宇得到幸福，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。是这样的，爸爸的确是这样做的，他变了。爸爸为了我做了很多努力。给空调。嗯，那个饮水机。嗯，还有电视，这可都是爸爸为我准备的。他为了我的生活做了很多努力，很多牺牲。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跟你们认识的边红旗是不一样的。他现在判若两人了，是吧？我还会加倍努力。嗯，您这次来，您没有觉得跟上次有点不同了？空调、电视也换大了，还有一些东西啊，我觉得不够，真的不够。您让我跟边宇在一起生活，那是给了我一个做父亲的机会，我不会错过的，我会加倍努力。这个我马上就开支，然后业绩提成，我会这个弄一房子，就是那种分期付款的那个，买它120米给边宇住。房子，不用，就咱俩住，这房子就行了，不用那么大的。你看新添那么多家电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不行，喂，再做大点。你要想表现自己，你也别这样啊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很好吗？凭你现在经济实力，啊，100米，120平米，怎么了？说大话。根本不是什么说大话很有可能的事儿。现在买房子零首期，不用交钱，没有问题的。可是没有必要，那么多新家电，我们住的多好啊，为什么要换大房子？不错啦。少来啊，你上那史阿姨那儿，每次回来叨叨叨叨叨叨，看咱们家这房子，看人家家这房子，哎呀，那个床怎么大了，地毯怎么舒服了，地板怎么样的了，哎，这个不是你说的。哎，那什么呀，我是说过，怎么了？那是我结婚以后弄的，结婚以后，听明白了吗？结婚你几岁啊？我快17了。17岁就结婚呐，让人笑话，这太让人笑话，没意思。我只是想，你懂吗？我只是想。不行吗？不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了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什么时候结婚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理想，你懂吗？这是我的理想。我想结婚以后，人都是要有理想。结婚以后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有张大床。不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理想和你还不一样。我还是个很注重现实的人，谁像你啊？
啊，信口开河的说大话。你才多高啊，什么呀，就结婚的，什么叫信口，我才不信口开河，我句句是实理，买房子就买房子，我从来不信口、啊、没有，说了没有，说了我真的是没有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爸，妈，哦，有的时候偶尔的，边宇也跟我吵一吵，可能会增加感情，所以这就是吵。你看，有的时候吵一吵，吵两吵就把这感情给吵好了，对，特别好。你好，我们俩特好，平时经常这么吵着玩，是吧？哎，毕竟是妇女啊、嗯、啊，没错，看来啊，你的确是变了。嗯，没错。红姐，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嗯啊，没错，不，他提的，边宇提的买的，买这买那，反正他见过这些东西，我一个人生活惯了，也不太需要。他一来，哦，饮水机啊，大电视啊，空调啊，生活富裕嘛，活得舒服点嘛。但是我一买的时候，他跟我急了，又吵起来了。我买双皮鞋，那天我就买双，偷偷的买双皮鞋，其实那皮鞋还买小了，挺挤脚，他过来就。哇，跟我急，我一个罚我洗碗洗筷子倒垃圾，整个家务全让我三天，我觉得这都没什么，是不是？爸，您是不是会觉得我太惯着他了，把他惯坏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要是赖着您可以骂我，我是您女婿嘛，对吧？妈，我是您女婿，这个我是边宇他爸，小家的丈夫，我还会当您当妈，自己的父母一样供养着您们。您放心，就求您一样，别把边宇带走。谁说一定要小雨回去？这么说您不带改变主意了？真的不把边宇带走？没有，不过小雨一定要回去。白说，不是我带他回去，是你带他回去。什么事儿？11号是小家的忌日。我们想啊，再怎么艰辛，也得让你领着你的女儿去看看她的墓地了，啊！小家的墓地，十几年了，我们俩一直没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把小家的骨灰葬在墓地了。11号是他的忌日，我们之所以要告诉你，是让你带着小雨去到小家的墓地看一看。为什么现在告诉你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你现在像个爸爸了。我想你带着小雨去给小家找一下墓，小家在天有知，他也会感觉到欣慰的。一定回去，
谢谢爸。啊！哎呀，你瞎传达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那都怨你没把话说清楚，说什么小雨啊、哭啊、吵架什么的，那可都是你说的话呀，怎么现在又怨我多嘴了？哎，哎，好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你真不讲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边宇的老爷是不是要来北京，确实要把边宇带回去啊？嗯，我给他们打了好几次电话了，他们没人接。我想他们不一定会去吧。那这样吧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男朋友的事儿怎么办了？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呢？我很担心的。哎呀，我会的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哎哎，哼，又怨我，我可没错，就是没错，就没错。见鬼，他俩不会大闹起来吧？小雨，嗯，你尝尝这酸奶，刚进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别那么客气，你天天来这吃啊才好呢。下回别带着你爸了啊。他说什么呢？吃着啊，吃着吃着。爸爸，你说不留姥姥姥爷在这吃饭不太好吧？他们可是从天津过来的。你都听见了，哪儿我不留他们？死乞白赖走吧，要回去啊，没办法。不过，我觉得没事儿。过两天咱们去天津，你妈忌日的时候，我请她吃饭。嗯。嗯，也只有这样了。嗯。不过妈妈的公墓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你说会不会像弯弓一样漂亮？还有，墓碑上会不会有咱俩的名字？名字啊，嗯，嗯，我想你的会有吧。为什么不会有你的？老爷不是说已经原谅你了吗？再说了，就像你说的，你是妈妈的丈夫，她的女婿，这可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啊。嗯，嗯，你说，他们应该到天津了吧？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去墓地。墓地。啊，我想了半天，墓碑上啊，还是刻上便于他爸爸的名字吧。你终于同意了。小佳这回一定是高兴坏了。小阿姨，哎，小阿姨，小阿姨，这边坐。哎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手机电话要随身带，要不然就扔掉。我这确实没带。谢谢。家里电话我全打了，全部没人接听。我猜想啊，这你们会不会来这儿？我的，哎呦，瞧你们俩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是藏在心深处的潜流，总出现在我最平静的时候。